整个地来转一把乡村，咱回来，鸡蛋炒乡村都会找，咱走就要找一个别的。这西京的乡村搁这够窄的，搁这切碎。这搓起来放到一边备用。这是100克面粉，里边加点盐，用温水给它搅成面糊。搅成这样都可以，里边加了土鸡蛋。别给它搅拌均匀，这都可以。咱这乡村大镇的，给它搅拌均匀。锅里抹点油，油热搁这香椿鸡蛋糊倒进来，用刮刨给它摊平摊均匀。盖上盖子，烙2分钟。现在看看翻翻面，盖上盖子再烙2分钟。盖上盖子再烙一会儿，这都可以出锅。这香椿鸡蛋饼都烙好了，给它切一下。看咱这香椿鸡蛋饼，香软美味又好吃。